很像我梦想中想要开的警车的那种感觉。有多帅，警察同仁们纷纷上来留言，有人说开这一台车感觉就能追到飙车族了，涂装要像这样才有霸气，更有人说署长快买，要大家一起连署，而且还可以做到这样子，一整个看起来我就非常的想要有这台车啊。这台车给人的感觉很像美国电影中打击犯罪的警车，比比网友讨论的防警车和美国警车一样，都是黑白涂装，低调的警示灯，车侧贴上数字911，加上趴低的流线车身，看起来霸气十足。难怪远景那么爱，光是看到照片就幻想自己能开到这一台车。